情绪不太好的一天。这个自打春节开始到现在啊，就好像没有什么特别高兴的事，总是只是说每天糟心的事儿多与少啊，就是这么点区别。哎呀，真是一直期盼着咱们的这个疫情能有一个明显的转变啊。这两天呢，新增的确诊人数啊，好像是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，3000上下来回的在咱们震荡出院的人数在明显的增多啊，已经远远超过了病死的人数啊，死亡的或者说罹难的吧。啊，说死亡总感觉有些冷冰冰的，他们罹难的同胞啊，真是，哎呀，每一个人背后都是一个遭受重创的家庭啊，希望早些过去吧。啊，回到我们的视频啊，开场的是一个啊，刚开始前面是一个小朋友的叮咛声色啊，这个之前说过非常多次，这段时间呢，也有不少朋友在咨询平台啊询问，就关于这个叮咛栓塞的问题啊，因为现在特殊，全国都在很紧张的防控啊，有些家长正好在这个时期看到了孩子耳朵里有这些东西，就感觉非常焦虑啊。其实没有什么事儿，这都是一个小孩的生理现象，只要你孩子日常也言语交流正常啊，或者是这个。对外界的声音反应正常，因为很多有些小的1岁以下的小孩还不太会说话呢啊，只能是看他平时对这个外界声音的这种反馈啊。只要是这些正常，就没有太大的必要去处理。哎，今天这个，哦，想起来了，这个当时有一个特殊的弯钩啊，这个视频现在都是一个回顾啊，因为我们从春节期间啊医院停诊以后到现在也没有恢复到正常出诊，没有新的内容啊，这个就是在一直在拿以前的一个时间回复啊，2018年的2月底啊，正好是跟现在时间差不太多，2月份的一个时间啊。当时自己弄了一些器械啊，直接从医疗的厂家定制了一些器械。因为这些东西如果走这个正式手续，非常的麻烦。当时自己定做了一些啊，这个看上去好像没什么啊，看上去好像没什么，但实际上在耳内镜下可以看出，它是有一层这种小钢片儿啊，说的通俗一点，小钢片儿啊，那说的稍微专业一点啊，这个外耳道的钢夹啊，外耳道的钢夹，为什么要从这儿接呢？因为这个东西它后往下深处延续，一直延续到了鼓膜啊，鼓膜直接的上操作比较危险，那么就从外耳道周边啊，就像以前咱们很早的有说法叫"农村包围城市"啊，咱们这个是从外耳道掀起来，往鼓膜表面啊，因为它有一个起来一个把手以后，再这么接的话，相对安全一点。否则的话，直接在鼓膜上操作，这个确实不太安全啊。这个真是可能会有一点点的疼啊，还好。这个在耳内镜下，因为有比较精准的这种操作以后啊，这种虽然说很薄的，这个越薄操作起来越麻烦啊。真正要是说特别厚啊，反倒很容易了啊。今天我想想啊，除了这个数据以外啊，这个国家卫健委的副主任啊，我看这个网上公布的已经调任到湖北。啊，这个是主要主管卫生系统的一个很重量级的领导同志，临危受命啊，临危受命。
哦，这个就揭下来了这块啊。哦，这个鼓膜就清亮多了，这看着多赫亮啊！鼓膜上的小干片儿，嗯，对，今天是正月15到晚上才想起来啊，正月15到晚上想，特殊时期啊，有时候这个有些啊，这个小干片的全貌啊。用之前的一个老话叫“希望大家上元节安康吧”，这个快乐是快乐不起来了啊，这个特殊时期不大可能会快乐啊，只能是希望大家安康了。这个是真菌啊，这个是非常典型了，白毛啊，这是叫什么？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啊。这一层的白毛，把这个白毛从外到挑起来啊，然后再用小夹子拿掉，清理完啊，彻底清理以后，只能说尽量清理，不能说彻底，因为从严谨的角度来讲啊，这种即便是耳内镜也无法做到彻底清理真菌的这种孢子形态。体积之小，内镜也是无法发现的，而且很多死角也不太可能会做到不遗漏。那后续就得抗真菌的药物啊，因为这个时期啊，18年年初的这个时期还没有采用到裱花的阶段啊，没有采用到裱花的阶段。现在的视频回顾到18年的2月啊，我们库存希望能够坚持到疫情结束啊，到疫情结束，否则的话断粮了啊，这个大家的可能一个日常的消遣没了啊，我觉得应该是还有信心的，还有信心，后期应该是往好的方面发展啊，全中国付出了这么巨大的努力啊。总是会有回报的，好吧？小干片把这个加出来啊！当时还在用长棉签上药，那个是没有办法用内镜去记录的啊。不像这个裱花啊，在内镜下就可以直接看到裱花的一个完整的过程啊。表面还有点，哎，这个。小白毛这滋在这里是已经很典型了，剩下就是，18年还是比较的愣啊，还在用这个直接加，后面慢慢的这种鼓膜的这种操作啊，还是采用滴药软化，用吸引器去清理了，尽量减少对患者的刺激啊，也是降低一些风险的概率啊。理论上来讲，这个是很有风险的啊，直接是这么去弄。现在看着都瘆得慌。好，今天。